他们一个机会，让他们和解。因为所以他们，我是觉得说他们的态度让我感受到他们的诚意啦。希望我们能够，我跟洪爸能够给他们一个机会，让他们和解。因为所以他们，我是觉得说他们的态度让我感受到他们的诚意啦。走后就是一个不完整的家庭，那是一个永远的痛。那我不希望说这一些被告被关在牢里，然后他们的家人无所依靠，他们的家人真的会担心。身为一个将军，你连一点肩膀跟担当都没有，比一个士官还不如。